你不往讲了，好多了。你啊，是啊，是的，干得个不过去，我不能停留了。这也不能停。对。等我敲完的不？等等着。你穿这一姑娘，我不远了，可以啊。叫老爷子来，可敲完了。快点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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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
你肯定不回家，不回家我可来，好嘞，天天不可能来，我天天，我要到下午到山里去啊，好。蒙蒙细雨，终于开始下起雨来了。这个好雪。这种开阔式厨房就是好啊，简单方便。这个鱼昨天邻居送的，邻居他弟弟就是清了塘，就给了我们几条鱼吃。今年太干旱了，这个塘里面的水都很少，这个鱼也长不大。快点你。老婆你去给我抓点姜啊。我觉得千草还好吃一点。你儿子不喜欢吃哈？炒鸡蛋，那够了。我觉得这么一点够了。够了，打个五个鸡蛋够了。好。现在下点坛子里面的红薯叶，再下一把。这个煮鱼酸酸的，是绝配。这个我喜欢吃。嗯。咱们都喜欢吃。哦，哎呦，哎呦。不要浪费。你这要清洗了。哦。好像没人的，要得好久没人了。嗯，买把酒精抹的。哦，对。跪着，跪着。敲碗的，刚刚敲碗来。在房里边。老哥，我也刚好能安好我嘞，还加好电动我门卡。他说：“小王等着，快点来喽。”哈哈哈哈哈！这些老鱼炖，黄鱼杀大鱼。我的话，堂姐做到晚饭，给我炒。谁晓得我差点，你不都是觉得等我吃？嗯，丢我吧，可是我当下丢我吧。这啥菜？那姑娘好，牛筋大好，骨大啃得大，说谁晓得吧嘞？哦，对不对？哦，为你那不，米了，米了嘞？对，米了，玉米了。还有没？能。我哥叫阿里龙了，一米九三，我是一米八三八，我也不高，
你就啥？是过去的哈，我你饿不脱啊，又红子进来又不当老子的，对不对？我讲，你很多事这个。昨天我是没有准备回家的，然后我舅舅一个电话把我给打回来了。是啊，我又报不喊我嘞，俺个得几伙的人。我在啥问得家家嘞，我得住杭州家。我记得我不打到电话去呢，我要去买个的泡沫啊，把大家我的娃我的我到一天娃骑的骑路带那个。那马云山天气过冷的家伙啊。哇，天气好不冷哎。在你个日干。你还有一种的家伙叫啥呢？因为我们那个鸡舍今天要转期，然后八号左右要进小青苗，本来我是想推迟两天的。没办法，我老舅一个电话，我必须得回来。是的啊，叫做四级的，是的啊。我找你个四级的嘞。嗯，我在的。一直报道。哎呀，报道到地方我去养我的事业的，是不？辛苦了。我不是蛮巴巴啦，我给我面试，我必须搞好了，你啊。对。这样熬夜到老了，面试啊。那晚上好像带我的锅的我到别墅的给我拿过去啊。锅的烧的哪个啊？这锅的哦，什么子啊？包括这个举手个污染人家自己了。嗯，我晓得了。那要锅的亲自做咋吃嘞哟？他给我适应剂。打开一个星期左右，到山东南瓜，我已经点好他的。啊，冷好，因为过了天气刚刚来开始下雨，后来现在卖到五万五去嘞，还么子原因晓得不？哦，好乖啊，差了你的。不是的。啊，天气干。天气干，我不等现在。嗯，我嘞，现在山里那边的不，我也得到已经打了电话都已经确认过了。这个都我因为都夏天太干了，还我不等过了邻居，还有像路来雨天，然后啊，他生个还来只挖去不，所以都打开，来五天左右，吃南瓜，五天之后。个二百斤的邻居家伙带我带两根，我晓得安排了。我晓得安排个了，那只能带了啊。你不会搞一边猪带是吧？那你叫狗当狗的。村长了，按全程尽量嘛。哦呀。啊，然后到夏天之前要搓到走吧。哦呀，但是过节日干。我晓得。啊。我晓得。从这边开门，快点来。哎。哎，你看，等过几天把你们接回家，好吧？你老婆呢？奶茶在哪里？他们有钥匙的嘞。啊，奶茶在哪里啊？在里面啊。有钥匙嘞。过几天把你们带回家。我太忙了。这个是红薯皮，晒干的红薯皮，给猪吃的。看这边还有这么多，就一家家去帮我收回来的。谢谢奶奶，奶奶，谢谢奶奶，你爱我吗？爱你。我也爱你。嗯。哦，好烫！他帮我们把这些红薯皮给我收回来。那马上就吃掉了。但我们那猪这东西对我们来说就是几天的事情，不会超过三天。真的是他们这些地方有一些人在挖红薯了，但是挖的不多，他就有些人就开始打那个酸枣皮了嘛，他们就开始帮我把那个红薯皮就帮我收回来，你看这些东西都在开始做准备了。过来木子样子，包菜样子，包菜样子，花菜，什么叫花菜？花菜我就叫独的花菜了。三天，这里只能够解决三天的事情。风很大，又下着雨，我们这边现在好冷。哎，我天气我怎么觉得够冷的家伙？啊，你多穿些衣服了，不冷的了。够冷的了，想到晚上去嘞。你要背来哟。快点，看一下把它举起来的。
钱我妈都知道了啊。啊，两个有我的，可惜那个。啊。那鸭子它叫了吧？嗯。哎哎，出来了。喽，健康还是蛮健康的啊。对，活泼。健康我嘛，健康的。喽。拉头大一点，我们这个栏里面的猪就是属于中型猪了，然后这边就是属于更大一点的，就是35斤以上的猪都关在这边。嗯哼，油光水亮的，这个猪没有问题，冷不冷？挺好的。那个工作怎么样，文叔？工作蛮好的。工作蛮好。嗯，工作没问题的。好、哦，这边的建设还在抓紧进行中啊。你的步伐很优雅呀，是不是啊？哎，刚才都等你。是不是啊？来。不，我大哥给你炒菜。呵呵，我的嗯，再看你的老婆是不是？你老婆太小了，是不是啊？你要懂得等待，你要有耐心。现在我们这个房子里面都密封好了，里面还算是比较暖和的，就没有那种很冷的感觉。然后那个地方已经砌了一间那个公猪的猪舍。然后这边完工的话应该也不用太久就可以完成了。我们现在到山上面去看一下我们那头小乌金猪，到现在还没有回来。然后文叔现在就是会放点食在那个前面嘛，他还是会吃嘛。嗯，每天都放。对，那就说明这个猪呢他不会跑远的，而且他这个猪太小了，他离不开这些伴，所以他始终都会活着的。可是现在这个问题来了，你看这个天气，现在我太冷了。今天我现在这个应该是10度到12度，今天降到12度啊，13度啊，很冷的时候，他晚上过夜啊，因为他没有那个抵抗能力，少也不剩的这个猪可能就挂在这个山里面了。所以我们到这个尽快找回来。有没有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问题？我想请那个抓野兽的那个人放根绳套到这里啊，等小猪过来吃食的时候把它套住，后面绑一根那个竹子，它就跑到山里面去不了了。它跑不远，跑不远了。好主意，因为它这个猪很小嘛，哎，对对，它要是抓到了，它就拼命叫嘛。啊，对啊，我们要隔得近啊，对。哎，这个主意好，得赶紧回来，要不然真的这种地方冻死了。你看这个天气，一下变这么冷了啊，很难找到了。这看着它小，但是它奔跑起来都速度很快。跑到这个里面也没办法找，你又看不到它，它跑得快，说不定冻死的都不一定。那不可能，我昨天都看到他了。昨天看到了。昨天喂食看到他了。只是今天暂时还没看到。那得赶紧想办法，我说赶紧想办法。是啊是啊。这里有连续一周的低温。对啊。他抵抗不了的。嗯。大家看这一头猪就是那个野猪扎家的二代野猪。来，这个毛色体型特征。它是带着花纹的，所以这头猪我一看就认识。好吧，那你们就好好的啊，好好听话啊，过去得给你们带好吃的，好不好？行不行？
行的哈。太好了，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清洁池，已经搞好了，然后我们这个就朝这边打一个平，打一个水泥平，然后在这个地方我们要种一点那个佛手瓜，它是要搭一个凉亭，然后猪可以到下面那个地方去游泳，游完泳回来，然后在这个地方就是乘下凉啊，对吧，然后这里放着什么音乐之类的，这个挺好的。好吧，那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对王伟先生的支持，上去了，待会都不知道几点钟了哦，到家里面，今天雾很大，然后又比较冷，好，拜拜。